Oh my god, quero encher.先上这支粉底，我刚才在手上试色的时候，后来不是干了一些吗？哇，到处崩啊！这个 pump 真的是有问题，崩的我衣服上都是，头发上也是，哎呦，好恶心！从这点上，我对他们家的质量真的没什么信心。这个颜色基本上就是。其实不是我的颜色，它偏红，尤其是它干了之后呢会有氧化。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对这个品牌真正意义上的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以前也没听说过它，我也没见过它，我不知道它是突然从哪儿冒出来的。但是我在网上有看一到一点点关于这个品牌的 review， 有一股很奇怪的那种说不好，就是小的时候做手工用的那种胶水的那种味道，那种乳胶白色的那种。因为他没有买这个 concealer 的原因，就没有买遮瑕嘛，我就用这个粉底当 concealer 挤里面。说不好这个粉底它的质地有点感觉像胶状的那种质地，最近这两天觉睡得特别的质量非常差，因为每天都是被我们家那个死狗给折腾的。他天天晚上哈，我在上网的时候，他就在椅子下面睡得好好的，然后我把电脑一关，一回到我房间睡觉，他就醒，跟着我也回房间，而且他还睡不着，他到了我们的卧室，他就走来走去，他那个脚趾头在地板上刮出的那个声音，叮叮叮叮，可讨厌了。然后他也不回他自己的屋子睡觉，给他关在那个厨房，他也不愿意在厨房里，就这样，这样叫哭啊！哎呀，折磨死我了，搞得现在我和我老公轮流陪他。像这样，还蛮白的，我觉得。基本上瑕疵也都遮没了，稍微有一点点光泽度的，不是完全满足的这种 finish。这样，效果还可以，搞得还挺漂亮的，这种 marble effect。我试一下，就在这个位置。能看到吗？能看到吗？还蛮明显的。我觉得这一款有点，就是感觉有点像 Natasha Denona 的那个劲儿，但是比那个 Natasha Denona 的要低调一些，因为它不是那么特别的显那个皮肤上的 texture。这个还蛮好的，这我挺喜欢。叫什么 Floor Mama Splash Powder Illuminator， 这个我推荐呢，弱弱的推荐吧，因为我也不知道它长期用是怎么样，像目前为止暂时使用的状况我觉得很喜欢。我老公喜欢这种粉不拉几紫不拉几的颜色。好淡啊，没有什么颜色出来。然后它里面好像有那个金粉，因为它这个 marble 里面有金色成分，能看到吗？哦，开始出了。哇，这个产品不太适合我这只松鼠毛的刷子，我还真没有很少用。我之前有一个 MAC 的那个 Bake Wash， 跟这个 formula 有点像。我的刷具其实不适合刷这种不太显色的腮红，或者说压的比较实的这种腮红，但是这个颜色还可以，属于那种比较低调。我觉得你要是没有什么化妆的经验的话，用这个颜色应该不会出错的。但它不是我老公说的他想象中那么粉嫩，这个颜色其实偏成熟，
有点砖头的那种颜色，说不好。还你们很奇怪，就是为什么让画了之后让我觉得我突然有了就颧骨的感觉呢？为什么呢？神奇。哇，他这样的，然后还带了一个海绵棒，这种形状的海绵棒好奇怪，怎么用？哎，我一定要用这海绵棒，来看一下啊。那么先用这个最浅的这颜色打个底吧，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这颜色不适合打底，我看见了。哦，其实它是看在那个盘子上就紫，不挺紫的，在眼皮上是粉色的感觉。好看吗？这样，这个颜色显眼皮肿。就是这个颜色是把那种双眼皮可以画成单眼皮的一个颜色，超级神奇。光顾着画那个眼影，忘了画眉毛，先把这眉毛补了。其实虽然我的那个头发是黑的，基本上我也没有染头发，但是我用眉笔我挑颜色的时候，我还是喜欢挑就是那种稍微浅一些或者发灰的。这个颜色吧其实有点深。另外一个我觉得它的颜色很奇怪啊，我觉得就是说你画了大面积之后就是看上去感觉发青那种发蓝的那种感觉。这它配色里面有些其他的颜色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哇，这个眉笔好恐怖，这什么色啊？这是这个千万不要买，大家用这支吧，用这支稍微红一点的这种颜色，这个是玫红色吧。然后就在我老公不是要粉嫩，就给他整个粉嫩呗。我特别怕今天这个妆化了之后就好像出来卖的那种哎呀，愁死我了。好，我觉得这是眼线胶还寄予厚望啊，想看看它好不好用。就是这个还带了个刷具，上眼线好了。哇，这眼线胶蛮黑的哦。然后这个眼线刷也出奇的好用啊，并不是那种纯摆设的。现在是看不出这个东西持久不持久。搞个可爱的眼妆就不往上挑的太厉害了。其实我有时候说不往上挑，最后还是会挑的，因为我的习惯就是画能往上挑的眼线。哇，深紫色。我这个画法就是随便画的，就是按照我平时化妆的那个习惯去画它。画眼线呢，不是画个泪沟啊，就用那个第一个最淡的那个淡粉那个颜色。这样，然后我再把，下眼线这个后边的这一节。用这个紫色给补上。我画成这样，我还能画红色的口红吗？我发现我老公就是他的想法有时候太理想化，而且还不够低调，还自己以为自己很低调，实际上他特别能嘚瑟。对，我天哪！我发现我老公这玩意儿买货还不买一个没打开，他还买了个被打开过的，他是这种塑料的这种头。这睫毛膏也忒清淡了吧。它的膏体在哪儿？刷了跟没刷一样吗？这不是
超级恐怖的这只假睫毛，因为它梗太硬又太粗的原因呢，所以它顶在这个眼头这个位置，顶得挺奇怪的。我得补一点这个眼线胶把它藏起来。好，接下来口红最后一步啊，终于要画完了。我这赌心赌肺的妆，你说他怎么挑了这么红的颜色配这种颜色的眼影的？看上去挺红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红啊？试一下。嗯，是挺红的。哎，我其实看了这个我老公挑选的这个产品的组合以后，我发现其实我老公是一个没有审美的人。我觉得这个 video 做来不是为了让大家就是说让老公给自己挑一个很好的一个组合，是就是说看看你的老公到底能够 mess up 到什么地步。这口红显色度还可以，但是它这个边缘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那种就晕开那种状态，说不好。We're ready? Ready. 啊，哒哒哒哒 ，Oh my god. Pretty. scary shit. You picked everything. Did I? Mm-hmm. Is that what you envisioned? No. Pink eyeshadow, a red lipstick. No. Oh, I don't know. Yes, very scary. Very scary. My love. I look at myself in the camera, I just think, who the fuck is that? Okay, scary shit. Yeah, it was good, eh? But about the quality. Which part of it is good? No part of it is good. Sorry. What I ask you. But is anything good material? What do you think? Oh my god, you have lipstick all over your teeth, look. Does anything look good? Look good quality? No. No, it's pretty shit actually. Can I say that on camera? Pretty correct. Which part looks the best? And the eyelashes are so weird. And look at the eyebrow color. It looks blue. It has a bluish tint. Is everything so fucking weird? Halloween? I don't know, but it's very... Yeah, it's not good. It's not good. It's not good stuff. You have a free bag. Sorry. Anyway, I've done it. So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Do a close-up. But I feel sorry that we wasted this money, honestly, everything. I have one product relatively okay. This one. Yeah. What is that? This illumination. Yeah. It looks okay on the face. Is it? Yeah. Maybe with another type of makeup, yeah? Yeah, but you get me? You have to really match it with something... Shit. What? Something, you have to match it with something better quality. You get me? And the that thing, the black thing, the eyeliner is okay. So that's what I was asking you. Is there any product? You like the color? No, it's just really shit, man. It's really cheap. That's the problem. It looks cheap. It was, I think, if not the most. I have the video over there when I went to buy it. If it is not the most, was the second most expensive lipstick. The worst thing is lipstick. This one. Yeah, that's pretty bad. That's pretty bad. What is that? The eyeshadow, yeah? Mm. Yeah, that's pretty bad. Does I look like I'm 20? No, it looks pretty shit. It looks pretty shit. And then this mascara looks like there's nothing. I was brushing, I said, where's the mascara? And then you bought me one that's already, the seal's already open, the mascara. Yeah? Yeah, now the brand new one.
And then, yeah, the blusher, look, can you see my blush? Slightly. Yeah. Oh, but the foundation is shit as well. It's, yeah, it's just weird. Okay, give me a kiss. No, I don't want to kiss you. You don't want to kiss me? Yeah. Maybe let's kiss you. 感谢大家收看 ，Thanks for watching.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Can I?